家好，我是张銮英医师。国内疫情趋缓，但是也不可掉以轻心哦。请海外回国者先通报，如果有下列情形，就需入住防疫旅馆：一、家中有65岁以上长者、6岁以下幼童、慢性病患者；二、没有含卫浴的专用房间。以上两者，回国前请先完成订房。如果与家人同住，而生活空间可以确实区隔，且有含卫浴的专用房间，可以选择在原住所进行居家检疫，请在入境时主动声明，申报不实者最高可罚15万元。短期商务来台者，请一律入住防疫旅馆。最后，请民众配合政策，守住防疫阵线，共同维护大家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嘉新闻，我是蔡小军。新闻一开始呢，要先带你来看不少通勤族上下班很痛苦的事，就是塞在高速公路上。市议员庄景田指出，他天天在基隆台北两头走，很能体会通勤族的痛苦，因此建议交通处要解决最常堵车的无堵及细致上下交流道的问题，看是要道路拓宽还是要新建高架。交通处处长李刚回复，已经着手处理，将会继续向中央争取。早上上班族在高速公路堵车也是一个小时以上的，开车族也很痛苦啊。最重要的堵车有两个地方，因为我几乎每天都会开了哈，从无堵的交流道、细致的交流道，那两个交流道的交直区，处长，你在中央去争取这条路线，但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目前他们预估应该是说，看可不可以用高架方式，就直接穿过去，然后接西武高架。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大华系统直接拉，就是跨过这两个。但是这个部分的话，他们还要看用地。这一条高速公路的拓宽工程、高架工程，希望比捷运更快，能够取得共识以后，赶快来。我们现在的日照有几处？对长辈，他的这个目标，他的政策是什么？处长，我们基隆市的日照目前有中正跟七堵，然后在信义区的话有我们市立医院还有布里基隆医院，所以目前的话我们整个日照全基隆市的话是4区。那现在的话整个卫福部他是希望说能够更普及到一学区一日照。那我也看到仁爱之家处长你在11月4号在长荣的一个说明会，招商说明会，好像很踊跃。现在进度是如何？这个长照福利园区以这个为主题，我们基隆市是跑最先，而且现在目前的进度是最快。那这个案子因为非常的一个具有指标性，所以像财政部，然后还有卫福部，两位市长都到我们基隆市来特别参加这个整个招商说明会跟直接的一个说明。那整个一个这个契约上架之后，它的一个时间3个月，所以说到明年的1月25号，好、哦、就我们就会可以知道说这个厂商的一个实际投标的状况。安乐国宅这个都更案的进度还有没有时程可以达到目标？处长，我们就是先启动辅导团，然后成立了更新会，所以现在我们必须挑战是又整体，然后个别的利益又可以兼顾的一个方向去推动。好，以上说明。谢谢处长，我对你的专业啊跟理念啊有一点共识啊，因为你的专业理念，还有你对基隆的投入，你的共创，你的海洋生活理念，我都很支持。但照你这么你这样分析，整体开花，说实在，安乐一起是遥遥无期了。我是希望鼓励你们再准备了，哦，再加码。不然说实在，实施者不能出现，权力变换没有条件，应该是不可行了。但是我是还是要替安乐一起的住民了，在那边期盼能够早日完成。原住民朋友在运动方面都有杰出的表现，不过每年到外县市比赛的经费不足，让原住民朋友必须要自筹经费到外县市比赛。基隆市议员陈明健替原住民朋友发声，争取补助。基隆市长林佑昌承诺，经费不是问题，将由民政处及教育处来负责筹措。
在本市，我想市长、我们处长也都参加我们本市原住民的运动会，但是我们的整个竞技的一个项目里面，几乎固定就是那几项，我们田径跟传统竞技的一个项目。哦，但是我们原民的族人不止对这样的一个竞技的项目有兴趣，像刚刚我所播放的龙舟、传统射箭、传统拔河以外，学生也喜欢从事于篮球、排球这个方面哈，所以常常有感于这样的我们在基隆市这样的活动举办的次数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这些人族人都常常都是集体的来自筹经费到外县市去比赛，自筹经费到外县市去比赛，所以在这一点里面，对于这样的一个体育经费的不足，常常是我们族人从事这个体育竞技，里面最大最大的一个困扰，最大最大的一个困扰，有时是北市，有时是新北市，甚至在10月31日是在屏东市参加总统杯的这个棒球赛，是总统杯的棒球赛，这些在都是我们族人自掏腰包来去参加的，所以他们一直希望我们市府能够在这方面能够更加的努力，能够更加的来鼓励他们来参与，不管是我们本市的体育活动也好，甚至于参与外县市的所有的体育竞技，或者是原民的传统竞技的这个项目里面，他们一直能够期待我们市长有个关爱的这样的一个眼神，能够去鼓励他们来参加。明年的3月20日到3月22日是我们全国原住民运动会2年1度的这样的一个运动会的一个比赛里面，我想到这样的一个全国原住民运动比赛，让本席又想到一样的问题，是不是又必须要重演？一样的问题，是不是必须要重演？就本席的意思就是，每一次我们到外县市参加全国原住民运动会这个比赛里面，我们的民政处跟教育处就必须要去烦恼我们比赛的一个经费，就要比赛的一个经费。这一点里面，是不是我请教市长？不管刚刚我提出的，我们原民参加其他体育竞技的一个活动，或者明年我们参加全国原住民的运动比赛，刚刚市长也看到我们传统拔河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其他项目成绩也不落人后了。这个还是要我们市府能够给他最大的一个鼓励，所以在这边我请市长，是不是这一点能够给我们族人一个很大的一个肯定跟说明。烦恼的这个原民的运动会的这个经费请你不用担心，反正民政处跟教育处他们讨论完之后，我想也会跟陈议员报告，我想我们一定会让这个明年要举办的这个经费一定让大家充足，可以好好去为基隆来争光，谢谢。外勤清洁队员工作繁重，是意外高风险的族群。基隆市议员张靖宇就很关心队员的考绩福利，要求环保局针对外勤同仁考绩的评比，一定要做到公正公平。他们的工作环境呢，容易造成他们身心上的伤害，粉尘啦，不小心给机器弄到，或者是这个在马路上扫地啊，容易遭受罪客的挑衅，或者是车子的这个发生车祸等交通事故，因为他们的工作时间跟一般的正常的工作时间不一样，特别给予呢这样子的一个待遇，不多，但是人就是有一点意思，我们就感觉说你有关心我，我们就给他拍拍走一下，主要的目的在这里。曾几何时，这个考绩奖金，不，年度考绩呢，并不是外勤队员，并不是呢这个人人啊
都可以享有这个甲等的待遇。那么另外呢，我们空屋基金啊，包括我们在座全体市民食衣住行啊，都跟空屋基金有关。这个空屋基金不是你环保局的钱。那么这个我听说了，哈，我也是听说，我希望说环保局能够证实一下，能够澄清一下哈。这个空屋基金每一年，哦，今年可能没有，去年，哦，那么我们有安排出国考察，那么照理讲，这个出国考察应该去考察的人，应该跟空气品质、空气污染相关的这个人员去出国考察。啊，这个钱不是局长你自掏腰包。那么本席是觉得说，你不应该呢，不应该业务不相关的人跑去跟人家这个参与呢。现行来讲，应该都是受工人员考绩法的规范，75%考甲，那自然有25%的同仁啊必须要考乙。所以这个考绩也是一个对于辛苦同仁的一个鼓励啦，哦，他在这今年当中有好好的一个表现，所以他有得奖。那第二，空屋基金，我现在报告一下，空屋基金有出国，我们的出国敢说哈，我是整个市政府出国最严谨的单位，我们全部按表操课，哦，这个如果只要我出有一起钱去啦，哦，所有的人都知道，那个我都会帮大家准备好一本册子，每天要记录，还要去看，哦，到底记录了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所以绝对没有所谓的业务不相干的人员去参加，哦，所以这要做一个说明。第三个，清洁奖金，清洁奖金就是以实际从事清洁工作的人员来领，哦，只要是从事实际清洁工作的就可以领。那也跟议会报告，哦，这个不是说局长说了就算了，这个审计室也会查，好，如果你没有实际从事还领，还要被追讨啊，好，所以我在那边一定讲。那当然很多目前有些人所谓的内勤，之前所留下的内勤呢，也想领这笔钱，想希望说局长来说可以，我都可以啊。问题是我们所有的做的事情要经得起审计的查核，不是说局长同意他领他就可以领然后就没有问题。拍谁哈？如果审计认为你没有实际从事清洁工作的，你领这笔钱，那这笔钱还是要被追回了哈。针对R路线基隆客运停驶的危机，基隆市议员王醒之提醒市政府一定要特别注意。面对公路公车和 R 线公车来说，对于基隆客运的司机来讲太难开了，所以离职率这么高，所以我们大概就会碰到现况哦，基隆客运的现况。再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车辆老旧汰换的困境。基隆客运目前现在在跑公路公车，为什么？汰旧率不是汰旧率，应该是说它机械零件老旧的速度会这么快，因为基隆是有特殊的，比方说气候跟地形的关系。但是你知道吗？甚至连现在的疫情，我们知道都已经影响了，让基隆客运某一些车辆的零件进口其实都出现了问题。所以不只是车龄老旧，连车辆的安全跟功能都会受到影响。这件事情是基隆，我们看到基隆客运的现况。所以你会发现的是说，基隆客运的司机如果持续离职，基隆客运业者他就算获得补助也难以继续维持。我讲的补助是什么？不是在讲公路总局给我们的1900万这个补助，而是在讲我们基隆市政府每一年编预算的250万的市区公车补贴这件事情。好，哦，市区路线补贴这件事，就算拿到250万也根本不够。所以市长接下来的问题会是什么？R 路线甚至就会在几个月之内可能会停驶。市长因为已经明白的告诉大家，他任内不会让 R 线倒。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问题是说，如果基隆客运就此撤出这个市场，
撤出 R 线公车，除非市长还有其他三头六臂，比方说用政治的压力跟整个集团来进行讨论，拜托他们不要撤，撑到你离开为止。不然还有什么方法？只剩下市公车可以接，但市公车接得起来吗？我们现在看到市公车亏损的主因，真的只是优待票价差的不足吗？因为在议会的讨论，所以过去这段时间媒体不断的在开始讨论这些事情，形成各种专题。我们都看到李刚李处长都还在这两天回复媒体，在说除了优待票价差的问题之外，好像还有人事费的问题。但我们必须要说他是，但是也不是，因为要回过头来看整个公车处的债务和亏损到底如何造成的。基隆轻轨升级为基隆捷运，还可以在2022年通车吗？基隆市议员张耿辉提出质询，基隆市长林佑昌怎么回应呢？一块来关心。基隆市太好骗了呀！2022有办法通车吗？市长，您告诉我，已经2022有办法通车吗？有没有？刚有没有而已啊。张议员，你把好几件事情混在一起谈了哈。不是混在，我是就事论事，市长尊重我。你已经把好几件事情混在一起谈，这样会。市长，我现在只是问你，我讲的2022，你们那一天，包括你蔡委员一起在那边背书。我们不要再讲那些话来搪塞市的基隆市，不是喊，不是喊讲的人。刚刚其实张议员已经给了所有的一个答案嘛。这个基隆捷运计划现在是系统升级，对，升级从原本的轻轻轨，你当初讲的是轻轨，现在升为重量级。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一直，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一直在大会跟大家报告，那个时候规划都已经到中运量的这个下限了哈。不过大家一直要把它叫做轻轨，我也没什么办法。那现在是很清楚，它的运量从原本的一个小时5000人，已经提升到一个小时15000人，所以整个系统不一样，它规划的一个期程跟它施工的期程也会不一样。另外第二个是我们进到 台北的南港车站，会增加两个地下的车站，会增加两个地下的车站，所以预算是58亿多，那台北市要负担一半。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也就是刚刚张议员所讲的，所以这个跟这个我们你一开始在谈的这个轻运量的一个系统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直接去谈说是不是2022要通车，这个就是拿两个问题都在一起谈。好，市长，你讲，这个是你们总统来讲的，不是我讲的。那那个时候讲的是轻轨轻运，那个时候讲的是轻运量的系统。你要不要请总统在这边讲？哎，对不起，我那时候讲的是因为轻运量关系。没有，那现在应该要感谢总统，要感谢交通部啊，因为变成是中运量的啊。这个是没有错，另外一位说纯力共，这就另外几位数。当初市民选举的时候是开这个证件，你不是说我没有好，我现在又变成一个啊，在一起看着今麦该这样，别再怪定变。我们政治人物啊，绝对不能。我不能通车，因为什么问题？我感到很抱歉，因为急得我要选举政票，我要开支票，还是怎么样？欢迎回到中嘉新闻现场。曾经制作出邦迪协奏曲等名曲的马水龙教授出身基隆，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音乐馆12月13号将在台北艺术大学音乐厅举办马水龙教授逝世5周年纪念音乐会。基隆市长林佑昌特别出席活动记者会，期许马老师的音乐会继续传承下去。多位音乐家演奏马水龙教授的乐曲，为这场记者会揭开序幕。为了纪念这位出身基隆、台湾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及音乐教育家，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音乐馆特别举办春秋月季马水龙教授逝世五周年纪念音乐会。基隆市长林佑昌亲自出席活动记者会，也期许将马老师的音乐推广传承下去。我想这也是从马老师这边来开始起始的。我想我们在今年用这样子的一个纪念性的一个活动来纪念马老师，刚刚馆长也有特别讲，其实未来更重要的是研究推广，把他的音乐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然后能够一直的绵延传承下去。我想这是我们不只是举办纪念的音乐会纪念马老师而已，更重要的是把他的精神，把他的音乐把它扩散出去。主办单位表示，这场音乐会将演出马水龙教授生平早中晚期不同形式的代表作品，希望让社会大众感受马水龙作品丰富多元的面向，缅怀这位为音乐奉献一生的大师。记者张启腾记者报道。年底的活动大爆发，要带你来看耶诞跨年即将来临。台北市长黄伟哲到台北来宣传适合各年龄层的整月活动，包括了嘉年华演唱会，邀请民众到台南玩。东山咖啡浓醇香，碰柑又大又甜，台南出产的美食小吃总是让人垂涎欲滴。台南市长黄伟哲亲自率领业者来到台北车站，向民众介绍在地美味。因为我们种的条件虽然海拔没介高，但是我们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说有五个水库都在我们的边，所以它可以调节水气，对咖啡的生长有帮助，所以我们的咖啡如果做起来，如果是中皮的话醇厚度高，尾韵回甘，我们做浅皮果香甜感，然后做很融合，都有很好的融合性，所以得到很多客人的肯定了。那今年呢，我们更扩大举办，除了这个演艺界的好朋友之外，我们还邀请了国家交响乐团，让许多有一些喜欢交响乐的，喜欢另外的这个演出的朋友们都能够参加。而更何况我们也邀请了这个亲子剧团，能够让许多爸爸妈妈带着他的小朋友一起来。那活动的地点也遍布全台南，而不只是局限或集中在某一个特定的地方。因此呢，我想今年的台南耶诞这个跨年是非常非常热闹的，也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台南吃吃喝喝逛逛买买走走，那最重要是什么都要对，就去买了这个东西这个注记了发票以后就能参加兑奖，欢迎大家一起来。除了闻名的美食，黄伟哲也公布接下来将举办的亲子活动、大型演唱会、古典音乐会等七场精彩表演，期盼吸引耶诞及跨年人潮到台南游玩。歌手燕翼阁、娄俊硕、文慧如也都将参与演出，跨年夜则以金曲为主题，邀请金曲歌王歌后与民众倒数新年，行销在地，畅游台南。记者问俊台北报道。台湾的人口年龄结构快速高龄化，预防老年症候群，台北市文山区健康服务中心就结合了相关单位，以汉方有氧创意开走，搭配音乐与游戏，鼓励长辈养成动态生活的好习惯。文山区健康中心与中国文化大学体育运动健康学院和中华太极有氧协会，以汉方有氧创意开走的渐进式运动，搭配音乐与游戏，增加参与长者的肌耐力、协调反应及心肺耐力。我们所面临的是高龄化的社会，如果今天我们不出来参与这样的活动的话，那么我们的生活又怎么样能改变呢？所以我很感恩，尤其是我参与了这个活动以后，我才知道我有心血管的问题，因为我在走路中我心跳很快，我告诉了教课的老师说，我感觉到我心跳很快哦，他告诉我那就必须要注意咯，他就让我休息，然后我就有了机会，我去看我的医生，告诉他我必须要看心血管外科，我有做了心脏的扫描，这就是我最大的收获。以汉方有氧创意开走来搭配音乐跟游戏，那这个是有经过强度的设定，跟来结合在地的文化势能，从动作符号容易去记忆的，这个是不受空间时间的影响，那我们来重新认识自己的身体的机能，来养成动态的好习惯。
长辈若有老年症候群，会导致认知机能下降，身体活动量不足，甚至变得郁郁寡欢，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劲，身体功能会逐渐失去自主。因此，透过健康促进介入，可延缓或复原衰弱状态，帮助长者维持日常生活自主。老年症候群有一些衰弱、跌倒，开始有认知机能的下降。更重要的是，身体机能下降的话，静态时间是增加的，所以久坐会增加一些我们慢性疾病的一些风险。那运动可以去预防跟延缓老化所引起的平衡、协调，还有那个反应时间的一些衰退。文山区也鼓励长辈善用动物园的友善安全步道，沿途无障碍，坡速平缓，且有熊猫馆、热带雨林动物可观赏，顺势建立良好的运动形态。记者温俊台北报道。以上就今天的中嘉新闻，也欢迎你到中嘉新闻的脸书按赞，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大台北在地新闻。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蔡小军，祝您一切平安，我们再会。